那你性不好可以那个啊，嗯，跟朋友出去啊，唱歌什么的。啊？那不帮我唱，别帮我全场我唱歌哦。你觉得我都坐在这边开实况的，我还会靠腰？要是我朋友不知道出去，我还要在网上跟这些妈逼买三十的宅男，就哇靠，买怎么这种妈台服精英，笑死谁台服精英？哇，树上去的是不是台服精？台服精跳一跳死死啊，什么东西八五九一买三十？哇，为什么我都是受这种待遇啊？哇！他不知道怎么这跟诺包包什么好像都玩过哎、欸，还诺包还约他出去玩呢、欸，他怎么没有答应啊？为何要跟你的乐？他怎么没有答应跟诺包包的？他怎么没有答应跟诺包包出去玩啊？靠腰，他怎么没有答应跟诺包包出去玩啊？不行，我玩你。那你的口气是不是带着一丝的回忆啊？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很夸张的，超富二怎么可能？那种人怎么可能没有答应跟诺包包出去玩一下？真的、欸，超富这种畜生，怎么会放进这种？没有到畜生啊，没有到那么夸张。等一下，你就冷静一点哦。超富嘛，超富就是被他 carry 的啦。会员让我们加了吗？没有水很深呐、啊，靠腰到底水是多深啊？有关超富那个人哦，他的水是很深的啦。好啦，但我们今天我们踢爆帮。一定是踢爆他到底。有关超富这个人，他的水是真的很深呐、啊。加入会员，我这个水很深，我跟你讲，这个超富这个水是很深呐、啊。到时候加入会员，加入会员跟你们讲，加入会员跟你们讲，有关于超富的事情，我都会踢爆，好不好？这个我们会员影片再讨论啊，这个不想跟你们讨论啦，不想跟你们讨论太多啦，因为社会处理啦，好不好？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勾起你心中的贺，不会让人家失望。我们勾贺帮不会让人家勾贺帮不会让人家失勾贺从来勾贺从来不会让人家失望。我跟你们讲啦，今天我勾贺要不是有个底子，也不敢坐在这边跟大家讲这种话嘛，对吗？你们觉得我背后是完全没有人的？你们去照会一下就会知道，超负荷那个人他惹错人了啦，他惹错人了。啊，你现在看得到？你现在看得到？画面吗？有点黑，口耳的中字很流出，不是我啦。主播，你没有会员，请你离开，闭嘴好不好啊？奇怪，水很深啊，吵什么、啊？水太深，我没加啦。下一步就是接政府标案了。哎、欸，不要再凑我们，凑其他人哦，乱讲。口耳，帮主，你上次踢爆馆长的加水乳清影片，也是要加会员才看得到吗？冷静一点，没有那种影片，冷静一点。现在很多新闻媒体聊天是一故意来加我们勾，整天抹黑抹红我们帮主一堆小帮手。现在很多那个新闻媒体啊，勾贺的黑粉故意的办会员，故意办会员进来卧底的很多的啦，很多那种故意办会员进来卧底的，好不好？追踪我的 IG， 追踪我的 IG。空感歧视，好不好？追踪我的 IG， 很多那种假的粉丝故意创账号来加会员的，好不好？追踪我的 IG， 这个很多啊，很多人故意来弄我们勾贺的、啊，但我们勾贺不会因此被打倒，放心，勾贺不会。他是喜欢长头发女生还是短头发？勾贺其实是代表是一个精神，就是勾起你心中的超富贺，就是把超富这个人给揪出来。那水很深，只要戴上面具，人人都是勾贺。只要有人做坏事，勾贺就会踢爆他；只要超富做坏事，勾贺就会踢爆他。是这样子，没有特别针对任何人。帮主玄武在突袭塞下我，在打杀。靠药。跟玄武说过很多次了，他不要开直播的时候戴，他不要把口罩摘下来，不要再乱讲话了，不要再他妈乱讲话了，好不好啊？张家胜是张家胜，超负荷是超负荷，开枪是上次性骚扰那个陈三枪是馆长，乱讲。帮主什么时候跟图奇那个姓连的来输赢一下，到底是多屌啊？没有啦，那个姓连的五月五号我会找他啦。那个太姓连的是那个在图奇看台那个吗？我就直接点名你啦，我勾贺就直接点名你，连四成，整天骗人家的钱，整天骗人家的订阅钱，花了75块2美元。2点多美，整天要开台不开台，说什么考驾照，整天骗人家的钱，我就直接指名你啊，连四成，要开台的都不开台，唉，可怜的要死。
真的是，你当初答应观众的有做到吗？你当初说什么？你看你发行那什么？你发行说什么？哦，我今天你订阅我那个多少我就露内裤。现在当初讲的跟现在讲的都不一样。严世成，你这样子开直播的、哦，你这样子欺骗你的观众的、哦，严世成。啊，我也不是不敢讲你啦，你去后面挖一下就知道了。你就知道我后面你去照会一下就知道我后面到底是谁，我也不怕你啊，严世成，你以为没有人敢踢爆你？我先踢爆那个直播界啊，有多少黑暗面你们是不知道的啦，多少黑暗面你们是不知道的，直播界哦，我只跟你们讲，光是直播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受骗。不是周浩、哦，你到底直播界真的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子受骗的。我先讲两个，我直接指名，都恨我直接指名，詹冠伟。罗成元以前在突袭的时候，这个两个人哦，以前突袭的时候都说一个月会开至少一个月会开20天。罗成元尤其是这一个、啊，以前在紫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以前做什么吗？当然，我沟壑也是用了一些管道才知道这些消息的。对啦，大家也知道那一个，那一个以前都说，只要我每个月花150块订阅他。一个月要开20个天的台，结果嘞，人都不见了，拿了钱就跑，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拿了钱就跑。高乐，你对直播界也有了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你觉得超负荷这个实况组怎么样？超负荷这个实况组怎么样？我就是为了要勾出他，我就是要踢爆他的，我就是要勾起你心中的荷。哦、你说，对对对，我就是专门来踢爆超负荷的。他吼，他其实私底下人还不错啦，对啦，他其实私底下人还不错，挺好的啦。对啦，值得是背后会不会跟他有关系啊？没有啦，那个，你这个你像业配，你是实况主业配帮哦。沟壑是沟壑，沟壑是沟壑，超负荷是超负荷，沟壑是沟壑，超负荷是超负荷，张家胜是张家胜，米老鼠是米老鼠，只要戴上面具，任何人都是沟壑。背后是不是同一个老大、啊？背后的事情那水很深呐、啊，背后的事情那个水很深呐、啊。人人随便跟你们这些平民百姓讲啊，沟壑帮这个要加入会员的，有看我的会员影片，你才会知道的。那背后的水很深的啊，有看我会员影片都有了解吗？那个怎么运作的？哎，看你提拔这个人，我朋友张家胜说超富二是个渣男畜生贱人、欸，整天搞女人还搞出堕胎来。那个张家胜讲话过头了啦，没有那么夸张啦，没有那么夸张啦。我这边沟壑帮超负荷张家胜这个人背书了，严厉谴责欸，没有啦，他不会做那种事的、啊，这种。你认识？你知道陈之翰跟超负荷的嫌隙吗？哦，好朋友，他们两个好朋友啦，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啦。我中了两枪。哦，这个我提，这个我沟壑是提到了，这个背后的叫做米老鼠，这一个叫做米老鼠，这个在地的文山在地的啦，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动用一点关系才知道的。啊，你说你多正义？你等下仔细看画面，会有跑出一个人，帮我看他是谁？多效果啊！枪，两枪，三枪，有喽，倒喽！哎，沟壑这是谁？